从今往后，你不是我白子画的徒弟。无论是上天入地，就算是搭上我的性命，我也一定会帮您把解药找回来。请您一定要等我。只有集齐这九方神器，并解开封印，连水玉才会自动归位。就算你救了白子画，他也不会原谅你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无论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10点，花千骨正版手游《花千骨》。